知道大家投不投人全面战场的围攻模式，配套的任务完成起来不仅费时费力，而且每天还限时开启，导致对局强度很高。本期的目的是帮你快速完成任务，并提高你的游戏体验。先说攀升，进攻方推荐在一点平台捞鼠条，高打低还有掩体，非常爽，不管对局输赢，你的游戏体验都不会差。防守方，我是习惯在二点上方沙包处防守，不仅可以打到一点平台前冲出来的敌人，同时防守二点右侧也是高打低，非常不容易死。所以如果你天天坐牢，就试试我这两个位置，肯定能让你爽一下。进去进攻方没有很无脑的薯条点位，不过防守方倒是有几个很恶心。一点复活靠近马路这里的箱子，开局可以说是非常爽的薯条点位，肯定会有敌人前冲的，你就随便收割，还能打到二点最前面架枪的敌人。防守三点的时候，复活点附近的房顶可以说是最好的点位，整个三点除了小房间尽收眼底，第二近点就是你的薯条。本期则教你这几个薯条点位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，大家有好捞的薯条位也可以一起分享。